我的天哪，你这动作也太优美了。听说食堂的也阳了，没人上班，我不是不放心吗？这还发着烧呢，我就下楼来看看有没有人喂他们。结果一看，我的天哪，打起来了。你别老招你妈妈，不然你妈妈会反扑你的。你看还有个助跑，小东小快抱着花生劝劝他，别让他生气了。这有多大的仇恨呢，你俩打起来了。对，抱住他。小东夏，你这动作有点不雅，你快下来吧。为什么打架呀？我出来的时候就看他们在操场上打半天了，幸亏那天我给他们多倒点狗粮。我就是那天刚要发烧的时候，我就把狗粮提前就准备出来了。我都难受成这样，你们都没人正眼瞧我一眼。你看你的动作多优美，龇牙咧嘴的，看来还是不饿。要是饿，你不会打成这样。要是饿，哪有劲儿打？小东西儿上啊，去劝架，让他俩别打了。哦，抱住他。平时食堂一下班，花生就上那个小区去了，现在也不去了吧？食堂的都病倒了，他也不上人家去了，跟他儿子打起来了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打起来的。我在楼上的时候就看见他们这儿打呢，我就下来了。哎呀，我是真难受啊！他们是快快乐乐的又一天了。